新闻线的朋友，姚昌、Joanne、秦宁、Penny、美淑，嗨嗨，大家晚上好呀！对，刚开始人不太多的时候，就可以一个个把你们的名字给念出来，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打招呼。对呀，看一下大家的样子，你有看到你自己了吗？现在吗？我看一下。持续跟我们有看到自己了，留言。哎呀，这几天天气真的好热哦。走来的路上，就是搭捷运的时候走过来，都感觉皮肤好刺痛啊。对，因为你会有接触到户外的人嘛。嗯、平常我是一个很懒惰拿雨伞的人，但是我这几天的是也受不了。是哦，其实我们的身体是不会骗人的，嗯、你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那个气温，对，感觉到那个差别。我在室内也是，我觉得好热好热，怎么会这样？就是每次进办公室会觉得很冷的，然后这几天就觉得，是冷气关了还是？因为在外面已经那个热气很重，然后就觉得，到的时候满身都是汗，是、哦、怎么好像没有感受到冷气的感觉？糟糕！如果你一冷一热，很容易就会感冒生病。秋玲他说新加坡也是很热，然后 Vincent 说刚才假动才下了一场大雨，我们刚才是不是也下了一阵子？我不懂有没有 下但是我看到天是阴阴暗暗的，我还担心说我叫的外卖没有办法送到。幸好还是及时送到了，还非常的香呢。对对啊，姚昌大热大冷真的是不好，所以要时刻保暖，热的时候就不要让自己热到，冷的时候不要让自己冷到。就是最近有淋到雨啊或是晒到太阳的话都要注意。嗯，是，然后时刻去跟进那个气象局的报告吧，只能一直跟进了。或者是他们有应用程式 MyTracker， 都可以。不然就是关心一下新闻报道，现在都会特别的报道气象局的最新发布啊。对，像我们第一段来的时候，一开始就跟大家聊天气了，四秒时间。988新闻线 ，Hello， 你好，我是舒婷，我是芷莹。那昨天呢，在新闻线的 FB Live 就有朋友问说，到底新闻线的现在 Word 要怎么投呢？然后一些新闻线的老朋友就会在底下留言告诉他怎么投。我觉得蛮感动的，就是原来有新朋友加入新闻线呢，这是一件好事。是是是，当然，如果你是有新朋友加入的话呢，就欢迎你加入啦。我们除了 On Air 的部分，在 FB 方面呢，也是有 Live 的部分，随时让你们可以回顾新闻的内容哦。新闻主线，确保住户缴交管理费及安全进出，新人民组屋实行通行卡。纳吉为 1MDB 向人民道歉，但是他坚称他不是 1MDB 的主谋，希望可以司法证明他的清白。扎利哈不认同上个星期龙狮豪雨积水是灾难，纯属个别事件。一级热浪警报，半岛有多个地方是连续三天达到37摄氏度高温呢。真的，这几天好热，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天气真的是变得燥热了呢？这是因为热浪来了，而且气象局说半岛是有多个地区有一级热浪警报。气象局在今天早上6点有发了一个通告，就点出了有7个地区，包括霹雳州的拉绿马登、江沙、雪州的俄麦和八打岭、布城以及彭亨的马兰及淡马鲁。那之后呢，今天下午4点的时候又多了一个地方进入一级热浪警报，那就是霹雳的吉碾。这些地区已经连续3天的气温是高达35到37摄氏度，所以呢就列入了一级热浪警报。如果你是居住在这些地区面临高温天气的话，要特别留意安全和健康啊。即便不在气象局里面所提到的这些地区，也一样是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刚刚提到如果是上网的话呢，
就点击 met.gov.my 就可以查询相关的天气报告了。那我们提到天气呢，上个星期吉隆坡呢因为暴雨的关系，很多地方呢就发生了突发水灾。那对此掌管联邦直辖区的首相署部长扎利哈就说，这场水患呢只能算是事件，不能归类为灾难。他也反驳救援队在应对水灾不够及时的指控，他说这是子虚乌有的指责。他解释，当时候呢气象局的报告显示吉隆坡会从早上的8:30下雨，并会在大约10:45停雨，而在这2小时15分里面呢，吉隆坡市政局和水利灌溉局的团队已经是赶到现场，并且努力疏导水道以及帮忙消除积水的，怎么可以说是缓慢应对水灾呢？可是每一次下大雨吉隆坡都发生这个水灾的情况，也是时候要检讨了，难免会有这样的疑问是。那当然扎利还有提醒哦，大家在面对突发水灾的时候，不要只是拍照上网分享，也要及时的向救援机构投报。他会这么说是因为网上最近有疯传一个视频，是说有一名小孩他在水中求助，但是呢他这个求助的行为就是只是拍了照片还有视频然后上传，没有向有关的当局求助或报告。所以他希望民众可以发挥各自的角色，向洪水委员会或者是救援机构提供信息。如果你是需要帮助的话，不要只是上网去寻求帮助，而是要直接联络相关的当局。那当然他们也会尽量的减少吉隆坡或者是其他地方发生洪水的风险了。那天灾的消息频传会让你感觉到担忧吗？会。而你最害怕的又是什么呢？会采取怎样的预防措施呢？马来西亚苏黎世的一项调查显示呢，86%的大马人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充满担忧，尤其是18到29岁的年轻人担忧的程度最高，达到90%。同时呢，有38%的受访者认为要准备好应对气候变化的风险，不过经济拮据呢是一大障碍。另外有54%的受访者则对自身在水灾呀、热浪和土崩等气候事件上毫无任何的准备。而国人最担心的气候问题呢，是水灾占了75%，热浪则占了74%，以及土崩70%。另外也有67%的受访者在出现树木倒塌和吉隆坡市中心发现地陷沉动的事件之后呢，开始担忧城市的基础设施的风险。那在过去12个月当中，就是过去一年，有将近1/3的受访者，32%的受访者认为他们是恶劣气候事件的直接受害者，也就是被这些恶劣气候影响到的。那另外有38%的受访者说他们的家人有深受其害。那在社区方面，看到58%的大马人认为他们所处的社区是严重受到了气候影响，这也表明人们对于气候的事件担忧超出了他们个人所经历的这个范围。毕竟天气的一个变化可能就会造成很多天灾的风险嘛，所以这部分呢大家真的是要做好准备啊。那处处的充满了风险，那也包括了在工作上。人力资源部副部长阿杜拉曼就说，社会保险机构 Bercaso 正在研究新的社会保障框架，以便提供会员呢在办公时间以外享有24小时且全面的社会安全保障。他说呢，这项框架的原则上是有助于缩短不公平的鸿沟，从而确保雇员都受到保护。对，大家可能是担心说，不在工作时间的话有没有受到保障呢？现在是说24小时都会受到保障。工作的时间只有8个小时嘛。对，那以外还是会受到保障的。当然谈到工作的话呢，特许工认会的会计师工会 ACCA 就发布了一份最新的调查报告，是说面对数据隐私等等的挑战，我国是有76%的会计师陷入道德困境，可能做了一些违背良心的事情，就是看见不能说。那报告有说呢，他们面对的道德挑战主要是在数据隐私和人工智能永续发展报告以及就是跨境交易方面。报告表示，大马企业监管守则虽然有为企业环境中的道德行为提供了一个框架，但是我国在推动数字经济和永续发展计划的时候，新的一些道德问题就会出现了。 ACCA 还
凯世东南亚投资组合主管林安德鲁表示，大马多元化而且不断增长的市场会为会计师带来特殊的道德挑战，所以呢，会让专业的会计师掌握应对这些复杂的技能非常重要，希望这些会计师可以坚守最高的道德标准呢。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也就是马来西亚呢已经成为金砖国家集团伙伴国的之一。金砖国家集团呢这一次将13个国家列为伙伴国，包括了我国、阿尔及利亚、古巴、印尼、泰国、土耳其、越南等等。不过这13个国家只是金砖伙伴国，还不是正式的成员。那首相安华早前就表明，我国呢已经向俄罗斯提交申请加入金砖国家集团，而他在8月访问印度期间呢也曾经指出，大马首先会成为金砖国集团的伙伴国，过后才再确定正式加入有关组织的事宜。那金砖国家集团呢是成立于2009年，是一个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组成的合作组织，目的是在于为新兴经济体呢提供合作的平台。那受邀加入的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阿联酋、阿根廷还有沙地阿拉伯也在2024年1月的时候成为议员。那随着新会员的加入，金砖国家集团的影响力不断的扩大，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金砖国家呢占全球人口的40%，累计国内生产总值呢达到26.6兆美元，约115.7632万令吉，占全球 GDP 的26.2%，几乎相等于7国集团的经济实力。哇，算是庞大的实力。所以呢，这几个国家联合起来，哎，可能有一些经济上的合作或者政治上的合作，这个力量是不容小觑的。社区牵线。跟你谈谈饮食的部分吧，我相信大家早餐可能就会配这样的一个饮料，就是德达瑞。去妈妈档也看到很多人一定会点啊，但是会不会叫苦浪曼尼斯呢？不知道了，你会不会这样点呢？他们会认为就是玩我正常的甜度才是最好喝的，不可能会少糖。你说 Kurang Manis 好像还是很甜的感觉，对不对？其实呢，当然想到 Teh Tarik 的话，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喝嘛，包括外国的朋友来到马来西亚也会点一杯。不过呢，公共卫生咨询专业 Public Health Malaysia 就提醒，这看似非常香醇的奶香的饮料，其实会让我们摄入不少的糖分。刚刚就有提到，他们所谓的甜，其实跟我们标准的甜好像有点差别。我们的 Kurang Manis 可能他们也误解了吧。其实对我们来说还是很甜，所以要讲 gosong gosong。当然，这个专业呢发布的这个图表就有说，一杯 detare 的含糖量是5茶匙，那如果是冰奶茶的糖分当然就更高。而且一般上呢 ，detare 都不是用纯牛奶，是用那些含量超过40%的糖和棕油的炼乳，所以呢，你喝多的话其实是对健康无益的。那同时也提醒大家不要频密的喝 Tetare， 否则呢就会导致发胖还有蛀牙等等的问题。而让人家更加担忧的是，或可能会引起糖尿病或是心脏病，所以提醒大家不要让喜爱的饮料反过来成为你健康的敌人啊。喜欢喝的话就喝少一点，或者是直接刚刚说的就是不要太过频密啦，一个星期可能一两次还好。真的，现在 vote东西都不要吃过量，都不要喝过量。好了，我们来看今天现在我要问你的问题。那我国呢因为气候改变带来了一些的风险挑战，你最担心最担心的是哪一点呢？如果你最担心的是水灾的话，就可以选择 WOW 的选项。那如果你是最担心热浪的话，就可以选择 Angry 的选项。那如果你是担心土崩的话，就可以选择 Sad 的选项。我知道大家应该都很难选择，感觉都很担心。就觉得好像都差不多啊，每个都有不同的风险，哪一个来临的话我都会害怕。所以对你来说，你最害怕的是遇到水灾、遇到热浪还是土崩呢？去到988的现在我帖子那边留言，来新朋友告诉你，去到988的那个 Facebook 的现在我留言哦。之后回来呢，有时间的话我们会念念你们的留言到底有些什么内容啦。再回想太远，想太多。方可能有摄取到这些糖分，不然有时候工作的压力也会导致肥胖的问题。对，压力的部分其实也会的。有一些人是压力暴瘦，但是我发现有一些朋友就是告诉我，他其实压力反而会更胖。压力会，而且我告诉你们，其实幸福也会啊，幸福肥。所以你看，
压力又会幸福又分离什么东西，其实蛮多原因造成肥胖的，真的真的要去看看到底自己的那个算是叫什么 BMI、是不是符合标准的。Okay, 最重要的是健康了哈。对啦，健康快乐是最重要的。是，如果有些食物你们真的很喜欢吃的话，那就可以去吃，但是就尽量减少，还是用其他方式。反正东西都是物极必反，就是吃多了不好，就是控制那个量就好了。对对对，其实我看到市面上有很多好像喜欢喝拉茶的朋友，他们甚至有一些燕麦拉茶之类的饮料也有出现、就希望对啊，就是换一个比较健康的方式。而且我们的财政预算按那个糖税又起了大家如果爱吃甜的话就可能要付多一点钱了。哎，感觉商家应该因为这样而不敢放太多糖了吧。我觉得这样反而是好事、欸、是吧、对大家的健康也好，没有那么重的负担。什么以前一天三包，这是三包什么拉茶吗？对，是有点夸张啦。哎呀，没有东西是完全没有糖的啦，很少啦，不是讲没有啦，就很少。你吃的那些水果也是都很、水果也是算糖分。大家就在饮食上多加的留意，多加的照顾。像是芷莹他对饮食方面有很多讲究的，应该会非常留意每一餐需要些什么均衡的饮食之类的。我其实没有特别去算，但是就知道自己可能爱吃很炸的、或是甜的，就是控制一下。之前是没有节制的，就是觉得啊开心就好，但是现在又反而会担心说会不会对自己的健康造成负担、所以就会比较注意一些。之前看那个芷莹的那个便当，你会看到哇 很漂亮的颜色，就有很多蔬菜啊水果啊，而且都是那种清烫蔬菜这样。结果问一下才知道哎，他是因为懒惰煮，很方便。烫真的很方便，我很不喜欢炒或是炸。我觉得那些油会溅到我。也是好事哦，对，吃的比较健康。是。来五秒时间回来了。988新闻线，你好，我是舒婷，我是芷莹。一开始要跟你谈这号人物，应该很久没有出现在大家面前了，就是前首相纳吉。他今天呢，就透过他的长子穆罕默尼扎向大马人民公开道歉。纳吉在声明中有说，最近呢有很多关于 OneMDB 的审讯在进行中，而且也有很多的报道。那这一些报道跟审讯其实都证明了他不是 OneMDB 的策划者，也没有和在逃大马富商刘特佐合谋去挪用 OneMDB 的资金。他说他不知道沙地石油公司已经转移了 OneMDB 的资金，也不知道他自己本身收到了 OneMDB 发给沙地石油公司的资金。那虽然很多人可能很难理解，但是他当时候的是相信他户头所收到的资金是来自沙地国王的政治捐款。而正如法庭审讯所证实的，他的户头在2010年确实是收到了2笔来自沙地国王的巨额捐款。那他说呢，他曾经指示各单位去调查这起事件，但是他也比较相信于 OneMDB 当时的董事会和管理层的解释。他提到他不应该成为法律下的受害者的，因为他跟这件事情没有太大关系，他不是主谋嘛。那对于 OneMDB 所发生的不道德行为和违法行为，他当然也感到很震惊，所以他要为那些没有做过的事情或者是不知道的事情负上法律责任，他觉得是很不公平的。不管怎样，他对于 OneMDB 和 OneMDB 子公司，也就是 SRC 国际公司所发生的事感到抱歉。他除了向大马人民公开道歉之外，也没有办法再说更多别的。他祈求司法程序对他有利，以证明他的清白。这一篇长长的呢，都是他今天所发的一个声明。当然纳吉呢，因为涉及 SRC 国际公司4200万令吉的洗钱案呢，目前他是在嘉颖监狱服刑的。那纳吉是从2022年的8月开始服刑6年，那么是不是真的可以居家服刑呢？两天前上诉庭呢则定是2月5号审理纳吉寻求证实前任国家元首苏丹阿杜拉陛下是否发出附加谕旨
允许他居家服刑的事情，也就是说允许纳吉可以在家完成剩余的刑期。那纳吉的长子莫哈莫尼扎吉弟弟纳斯福丁呢，昨夜深夜透过 TikTok 对巫统高层领袖表达不满，原因是他们认为巫统高层领袖呢，因为没有就居家服刑宣誓书发声，导致呢他们到现在都无法得到一个答案。他们指纳吉的年纪已经不小了，全家人都希望他可以执行居家服刑。那吉隆坡高庭是在7月3号驳回了纳吉的这项司法检讨申请，因为法庭发现支持纳吉主张的四份宣誓书，包括了巫统主席阿莫扎西和副主席旺罗斯迪的，都是属于听闻而已。是，那除了纳吉案件要关注之外，还有诈骗投资案要继续留意了。有一名37岁的巫裔女骗子叫西蒂哈都海妮，她涉嫌以低于市价销售916黄金为诱饵，然后在巴生还有居林等等的地方进行诈骗，卷走的这个款额高达1.1亿令吉，真的很让人家吃惊啊，真的很多零耶，而且受骗的人是高达上百人的。当然这起案件好像是发生在几个月前，但是呢现在已经抓到了这名嫌犯了。而且呢受害者看到大多数是巴生谷一间政府医院的员工，他们很多人都是为了参与这个筹资计划，就像亲友或者是非法放贷借钱的。那五届阿曼商业罪案调查部总监南丽证实，女嫌犯从阿联酋迪拜回到马来西亚的时候，已经在槟城的国际机场落网了。目前警方已经申请原扣他，希望他可以协助调查案件。而且最新的数据显示，警方至今是接到了69个相关的报案，涉及金额是高达4850万令吉，这是目前已经确定的。那除了女嫌犯之外，早前已经有5名涉案的男女落网，然后今天警方又在逮捕一名男嫌犯协助调查，所以换言之呢，这起案件已经有6个人落网了。警方调查发现，这个投资骗局的项目，它会提供不同的配套，然后呢，回酬数额是根据当下的黄金价格而定的。很多人觉得，哎，买黄金可以作为一个投资回酬嘛？结果而且他们提供的回酬又高，对，结果所以就受骗了。一定要好好的想这些投资是不是诈骗集团所设下的。所以提醒你们，任何的投资都要小心呐、啊，即便是亲朋好友介绍的投资项目也一样要谨慎。一名33岁的男子呢，就被自己的岳母欺骗了，也就是老婆的妈妈。没错，男子说呢，他和朋友因为相信了男子岳母还有岳母男友有关叠马资高回酬投资项目，而投资了120万令吉。不料被告知呢投资亏损还有其他的理由，没有办法取回原本的本金还有回酬的数额。目前呢，岳母已经拉黑了女婿的电话，所以联络不上。至于男子的妻子呢，虽然没有钱财受骗，但是他就夹在了丈夫还有母亲之间，也让他的心情很复杂，五味杂陈。那警方已经把这个案件列为刑事法典第420条诈骗来调查了。事主的夫妇呢，希望警方可以加速采取行动，避免对方两人逃离外国。真的连自己的岳母都没有办法相信呢，所以亲人可能介绍的一些投资回酬的项目，自己也要好好的判断到底是不是值得或者是应该去投资的。就是凡事都要做一点功课，对，去查证。除了这个诈骗案之外，也要带你关注另一起法庭案件，也就是今天可能大家都有关注到的女网红 Adeline Chang， 她涉嫌上传儿童照，然后附上了不雅的文字，今天他被控上法庭。他在法庭上承认不当使用网络和设备的罪名，然后被判罚款7000令吉，也充公了他的手机。 Adeline 今年24岁了，他在妹妹 Alice 的陪同之下抵达了雪邦法庭。根据控状可以看到，被告是被指在5月30号的晚上11点多透过脸书账号上传了儿童照，附上不雅的文字，因而抵触了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的233A 条，也就是不当使用网络和设备。一旦罪成的话，可被判坐牢最高1年或罚款不超过50000令吉，或两者兼施。当然被告的律师呢，就有向法庭求情，他是说被告是患有甲状腺疾病，而且也正在接受心理治疗，原本有安排手术，但是因为经济
气的问题不允许，所以就推迟了手术。此外，被告是家中的长女，没有固定的职业，只是靠网上兼职写评论，每个月赚取大概1-2千令吉而已。所以呢，在听了这个论述之后，法官最终是判被告7千令吉的罚款，否则呢，如果没有办法还的话，是要用6个月的这个监禁替代。但当然 ，Adeline 当场是缴清了这个罚款的。那法官也在判词中劝诫 Adeline， 身为网红，必须谨记和实践国家原则的精神，以塑造一个有礼貌及和谐的社会。因为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宗教和信仰。那法官也说，被告在社交媒体发表的言论令人感到不舒服，但由于被告发表的言论没有触及种族、宗教和王室的敏感话题，并且正在接受心理治疗，因此呢，就免去了被告的监禁刑罚。那当网红呢，是要有当网红的责任。那住在祖屋的住户，请你们也要负上责任，缴交管理费。那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说，政府呢将计划对新的人民祖屋 PP2 项目落实通行卡 SS card 的管理，因为呢现在是没有 SS card 的嘛，就是如果要进入人民祖屋的话，那通过 SS card 的话呢，其实可以确保住户有缴交管理费。他坦言是有高达40%，差不多有一半的人民祖屋的住户是没有交这个管理费的，这对其他有缴交的住户当然不公平。那另外呢，大家可能对于人民祖屋的既定印象就是有点不安全，因为进出人民祖屋好像没有受到管制，所以尼可敏说 SS card 就可以保障住户的安全，因为外来者就不可以随意的进入屋内了。那除了租户欠费，不少人呢也面对欠钱欠债的问题。信贷咨询与债务管理机构 AKPK 就指出，由于生活费上涨和生活方式不受到控制，越来越多人陷入债务负担，导致破产问题日益严重，情况令人担忧。 AKPK 家庭财务教育主任尼玛拉就说，一个人的金融危机开端往往是因为从使用信用卡 credit card 开始，而大多数的破产者的年龄呢是介于35到50岁，主要是由商业和个人贷款所引发。个人贷款很多时候是为了承担家庭的责任，购买生活必需品，照顾年迈的父母，医疗费用以及孩子的教育。他也担心，如果年轻人现在不开始规划财务的话，那么年轻人破产的数字可能会上升。他就建议可以用4A 的公式来管理财务，也就是承认和识别所面临的问题 Acquire， 分析需要偿还的债务金额 Analysis， 考虑是否需要向银行借贷或是减少开支 Ambil， 最后向 AKPK 寻求咨询的服务。现在 Vote。我国因为气候改变带来的问题，你最担心的是哪一个呢？57%的人呢选择了水灾，那另外有21%的人选择了热浪，另外21%的人是选择了土崩的。可能水灾情况比较多发生吧，所以大家都会比较担心水灾的部分。那看到呢，有现在 Word 这边的留言是有 YL Chan， 他说其实都担心了，但是现在争论的呢，应该是政府要做好防灾措施。确实，政府的防灾措施很重要，可以让大马变得更安全一些，才不会每逢下雨就水灾呀，怕怕的。你好，我是舒婷，我是芷莹，那我们明天的新闻线继续跟你聊新闻喽。